嗨，我现在在家，今天要去海边，耶、yeah ！我到了，不过今天好雾哦。我去吃午餐，之后去海边走一走。哇，下雨了！哦，今天真的，我现在在离海可能不到100公尺，但是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海。哇，这个熊熊，你看一下 哦，这边有在卖一些小东西。哦，看到了，海，但是哇，真的是能见度很低啊。不过还是来了不少人。哇，大家看，好，这是我现在的非常可怜的能见度。好，我要进去吃饭了。吃饱了，现在在他们的游乐场走走。这边有我之前待过的游泳池，然后还有冰淇淋店跟就是应该是素食餐厅了。前面有旋转木马、旋转潜水艇，这边封起来了，不知道他们要干嘛。哦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有，这是日本的大怒神，碰碰车。继续往前走，今天人比较少。还有，这里有拳击机。哦，还有密室逃脱。哦，他们玩完的。所以，这边是密室逃脱。这边是长这个样子，这是比较难的房间了、啊。他们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房间，现在因为刚刚有人玩，所以现在没有床子。好了，我回家了，我待会儿休息一下，再看要干什么。好，拜拜。